就是顿对，不好位吗？说，所以我觉得那自己的问题，你到底会怎么会？正我常就是想要侧直接边放从啊，怎上面么会跳下卡在去那啊！里？我怎么知道我直接卡在那边？个人问题。作者是拿这个平均体重来去设计的，所以请见谅。来自人。没有，真的哦，不是你飞过去看看，然后跳下来看看吗？啊，你是从上面跳下去，对不 对？对？哦，那我可以理解了。就是那种，不是大陆那个吗？女生的脚陷入那水沟盖那个。哈，对啊，卡他在那从个上什么？面有没对，有掉下你来，活该然后啦！就被卡住了。为什么不出走走这个去。旁门歪道？对我啊，看你到干嘛怪兽从上超开面跳下心的，想要你来？会把我砍死，结果就这样走了。对啊，我看你在那里就很开心啊。哎 欸，不对啊，你们可以集资买药水给他。对啊，其实这是你的跳一队友，对，坑你。看你队友要不要我给们你很几个绿穷宝石？啊，很穷的，很穷啊！看你是十要队颗友绿呢，还宝是要石钱都救你呢？出来了，然后还斜线 Q 比较快啊！对赢啊！来吧，再快速的玩一场最原始的，原始啊！正在竭力抵抗，这是什么？想他被烧挑爆战了一下，不是被他直接打他哦，守护者。护工如果被打的话，有点提醒哦。会啊，哦，陨落，他会说正在玩竭力抵抗。陨落，红队守护者陨月，什么？有没有很帅？没有错啊，的确，刚跟依照刚刚赛场是没有错啊。那这一场快一点哦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中央桥，然后3000分。好，好，最迅速的来，好，翻，对。哇，我们大家都飞来飞去。团团，我真的好有缘哦！哇，今天就是跟定杠杠的概念，就是彼此相爱着呢。哎呦，哎呦，不得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修脸呢？再快速，不用下去，真好。就不用分了吧？不用啊！我要下去了，可恶！通话还要分吗？他们好像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他们不想要。我不要再走二楼了，我要走正门的。还有，地上清除啊！嘟嘟，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速攻就直接中间连起来打啦！哎，生存是二对不对？生存还是一？生存是 A，生存是零吧？这边应该冒险吗？冒险哦，好好好，对，我刚切到，这是提醒。每次游戏刚开始都会超级无敌那个，正常啊。退退，囤个牛肉的。咦？哎，压力板给你们买啊！压力板。我买。好，你们有需要买个什么西瓜、绿宝石之类的吗？绿宝石要。好。西瓜不要。因为本队本来就一个了吗？哇，你真的很想死哎！天啊，看你真的是像喵哈的人啊！真的，真的有人做，又像喵哈又像狼儿啊！对，噔噔噔噔噔，为什么边走会有压力板？我靠！轻装套件存入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就是那个武器上有卖一颗钻石，6块钱，6块绿宝石可以买，你就点那个按钮就可以把它的轻装存进去。但是只有装备，剑跟斧头那个什么东东的都没有。所以是亏两个绿宝石这样，就两个绿宝石可以换一套装备啊。对，换一套全身装备。6个绿宝石换一套装备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好浪费。对呀，速度比较快一点点而已。嗯。哇，他们岛全部都弄好。嗯。我们还没买核心哎。他们速度好快啊！
有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快点接到对面去？嗯，我买核心哦。好。好，哦，丢进去。打下去！干什么？他们已经开始附魔了。对呀，我们要去买附魔岛吗？有，我买了。好。我们是要干嘛？不知道。囤绿宝石，囤装备，就弄附魔，然后绿宝石。好。弄装备好，嗯，对啊，所以还是先领出来吧。对啊，就这个就没有那么没有其他那个手段。麒麟，就除非他铁可以换绿宝石。可惜不行。对呀，我们要先慢慢赚分数嘛。捡吸回来可以。我只有耐久啊！抚摸，你要抚摸什么？台。等下，等下就有那个有人的绰号跑出来说他是，我叫绰号叫台。你要嗯，我想被抚摸，摸我。还我绿宝石！我没有一直骂狼儿啊，只用呛的，怎么会是骂？我都在想，狼儿会不会很玻璃，到时候会不会玻璃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吗？他是看对象的。哦，他其实也很凶，其实心里很受伤这样子。哇，对啊，最过分的是那个巧克力耶。都被他欺负，玩游戏的时候，我要偷偷吸一下。吸什么？吸烟。敏感，这是敏感话题。我想吃，哎，有吃？有人尝试传送到对方家那个商店里面吗？没有进去过。怎么传？他就走到人家家里啊，直接走到他家里面去，然后到他们商店。哦，不行，我进不去。不行哦，我上次不就是没有带东西啊？因为我想冲进去存东西，就进不去。哦，可恶！没想到冲进去箱子搜刮一下，直接放左边，对吧？我要上去继续当哨塔了。好哦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继续当哨塔了。好，我来跟你们报战况。他们现在在努力的附魔，总共有三个人在附魔台那里。啊，我们这边也是。我是不是啊？我等一下完全没有绿宝石。等一下哦。啊，突然觉得好惬意哦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一般的就很惬意吧。嘿。完全都没有其他的人。好，我重开一下麦块啊。好。啊。好，你要开外挂了吗？我要开 Otify， 我要监视他们。我那我来那我来看就好了，我可以看。我看那我要当小地图，我要监视他们。有个人头，明明在建筑物下面却看得到。哦，他们盖了力量的，他们是各种东西都盖哦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我想在前面放一个鸡，回来的时候好补血。你要想清楚哦，他们攻进来也好补血哦。真的。对呀。他们可以在我们家城门口回买血再冲进来哦。你不要忘记，刚刚那一场巧克力就在他们家放了两个哦。对哦，前面在左边放一个，然后再绕出来。对啊，左右各放一个啊，看到左哪边马上回，还要继续玩。还是专心附魔。现在小雨从他们家门口走出来了，走到了左手边。而且你不用怕，而且巧克力自己会帮我们放啊。
对，哦，他们开始往前盖喽。桥，桥，对，桥。哇，一放下去，桥就连起来了，中间连起来了。哇，这桥，他们直接跑过来了，三个人，三个人来跑过来了，三个人跑过来了。他干嘛？想放什么？他巧克力在选择蛋，不知道想放什么。啊？他想干嘛？他在一直在选蛋。啊，放西瓜，各自能放西瓜，果然西瓜。我放了一个巨币，西瓜吧，西瓜吧。他放了个巨币，把前线挡起来了。他们可能等下弄跳台。嗯。讲屁话吗？对，讲屁话。把他们打出去，把他们打出去。啊！我把他打出去了。你们自己被打出去了，哎呀，痛啊！完全没有任何跳台，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啊！他们跳台已经完成了，跳台已经完成了，他们开始会进来了。好好好，对，我应该参加装备。等下去，等下去。小雨跟二零还在里面，巧克力在上面看，他旁边也盖了一个巨壁，他可能是想要把我们用巨壁围起来。你这是在报道而已吧？哎、欸，对。打不死啊，打不赢，哇，打不赢也输不了。那个，哎、欸，真的都是巨币啊！哎、欸那個，没事，那個、我救了我们的了。OK， 我们有跳台了，不用怕。啊，那个，我顾门，做什么？二力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死掉了。他们都在中间的那个岛，补血岛，他们都在补血岛。巧克力想跳，巧克力想跳，他在挖，他在挖核心啊，来不及，绿宝石一个背后那一个，嗯，你回不去，哇，死掉，啊，进到西瓜了，啊，你跟他站在一起啊，对，你们这些死了吧，也太和平了吧，两个不行，两个会死，哇。没事，我身上没什么东西。他们人数在这边，我想去冲哎、欸！你不要把我往那边打哦！啊！保住安全线！哦，天哪！我有，我有，一下子又领出超多绿宝石、哦！你怎么又领绿宝石啦？我就站错了没，我要存铁啦、啊！你这样笑声真的好像狼儿，好像打你哦、喔。有吗？其实我们左手边也要有一个那个那个跳台嘛，你去买啊。嗯、我在顾门。哦，那我去买。可恶，还不死！小雨太血，走开！大那个，走开！好，他进来了，可恶！跳台，我的牛排想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二零，进来了，可恶！打不到，可恶！走开，二零，跳下去了。哎呦，又这个！我牵着小黑跟小雨。哎呦！把小贝，我们上面自己的火烧到啊！啊，没事，是垃圾。又一个，我直接烧掉半条血。去拿个牛排好热。走开！这血量也太多，两个，困住他！他要来了，是，小雨终于死了，在西瓜里面把他打死，我也是蛮厉害，哇塞，好多，哦，他装备好难打，而且他还有西瓜那个回血加，巧克力在角落，打他，角落，因为打不死，会打不死，把他打出去，跑出去了，哦，偷袭我们经验，哎，又那个。哎、欸，死了！去回收！回收！好，我去上面哨塔、哦。好。本来在那个、哦，本来还在那个顶。然后东西刚刚捡到，装备丢地上。好，我看到，快捡起。只有两个吗？你要当吗？没有，交换。团进来了，
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什么东西？它是巧克力啊！不是，我说它的那个装备。粉团在巨臂上面跳来跳去，跳下去。哦，巧克力也要跳过来了。哦，不是，是20来了。好。喂，哎呦，有谁来笑了耶？ Yeah.我觉得我真的有爬楼梯的障碍。他直接从我们附魔那边跳进来、啊。对啊。他走到那个巨壁上面。20还敢？巧克力在后面哦。好，20还敢来啊？你们不要被跳进来。他都不穿装嘞、欸。没装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又那个。装备我们拿，被我们拿走了、啊。好。下去啦。我去买核心，把那个绿宝石再冲一波、啊。他们核心上面没有人，要不要冲一波？可以啊，绕一下可以绕吗？好啊，那我这边还有一套装备，谁要？这什么蛋啊？玉璧，我先塞进去。桥要断了，桥要断了。可是他们应该已经接起来了吧？应该知道上面有接吧？哇，后面那边有看到吗？后面没有，他们后面没有。好，那我哎、欸，等一下他们中间有人在跳台上面，是我，那是我，是繁星，没把风力删，捡到他们的巨臂拿来玩，嗯，谁哦，放在他们家自己中间，